好，下面请您欣赏相声《婚姻与家庭》，表演者郭德纲、于谦。刚才是高峰、栾云平，高峰跟这主持人他们，两口子，他们俩人啊。哦，那是两口子啊。好些人不知道，我就拜访拜访，那个介绍介绍他们 啊。两口子，那说说实话呗。高老板第四回结婚，这是啊。第四回啊？第一回就是小的时候娃娃亲。哦。娃娃亲，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啊。那年他九岁，嚯，媳妇45啊。哎呦。不老般配的啊，就分开了。嗯，后来又结婚一回呢。嗯，那个成他师娘了啊。嚯！第三回呢，人本家给领回去了啊。这周围都什么人呢？他这是。这第四回很美满，是吗？但他背后也跟我也发牢骚。高峰，这是这批货出不去，下批货进不来。嚯！嗯，当买卖干的这是。希望他们白头到老啊！刚才在后台我感动了。怎么呢？看于老师，于老师今天来的挺早，没吃饭。刚才我们嫂子给送饭来了。是啊，家里住的可不近了，挺远啊，住在南九环那边啊。现在有九环吗？我就按地理位置来说吧。啊，嫂子给他送中午饭来了。哎，从霸县那边过来的啊，来了，嗯，都倒好了，和了一块儿，嗯，搁在桌子底下。嚯，于老师，行了，就别那么大声了。嗯，猪啊是怎么着？啊，就吃得很开心。那拿桌子上头吃的不好吗？桌上面太高，晕得很啊。哎，这没听说过。看着嫂子，我很感慨。怎么呢？啊，家和万事兴。哦，您瞧，那倒是。好好跟人家过。啊，我没有什么别的心眼。你就看住你这批货就挺好。哎，对，我也就这么一批货了。你再进货未必有这个好。真是啊，真好。嗯，嫂子都好，说上小区那一扫听，一打听他媳妇儿，嗯，王大壮，那个说什么名儿这是？哎，你等会儿吧，嗯，有小媳妇叫王大壮的吗？小名儿，小名儿叫王大壮，小名儿叫王大壮，大名儿叫强子，强子，哎，嗯，这太别扭了，这女孩这，就挺好，嗯，他们这个打小一块长起来的，啊，那是，啊，打小在这么大那会儿，哎，多大？耳朵那么大的时候吧，你说耳朵干嘛呀？你住在一个胡同里边，啊，是邻居，上学一块来，放学一块走，对，搭伴儿，写完作业门口一块玩，哎，小姑娘小小子还带着一只可爱的小狗，还有宠物，谁见都夸，怎么夸？呵，嗯，狗男女，哎，嗨，有这么夸人的吗？这个夸的周到，没用不着，不要那狗，夸的周到。在学校里边俩人坐在一张桌子后面，同桌啊，这边坐一小小子，这边坐一小姑娘，对，那是坐着一块，你瞧，金童玉女跟小瓷娃娃似的，哎，好看，就这么可爱。嗯，老师发考卷，嗯，这儿写名字于谦，哎，那儿写于谦家里的，哎，这一年级我们就勾搭上了。反正写完交上去，老师判完分发回来，哦，于谦零分，哟，于谦家里的零分，全零分。小姑娘哭了，不好意思，你也零分，我也零分，他们要说咱们作弊怎么办？这还作什么弊呀？这个一分没有，我们谁抄谁的？可爱呀，他还得哄他，打桩不闹啊。哎呀，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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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别哄了啊，缺心眼儿吧，这不是青梅竹马两小胡猜。这胡猜怎么了？两小无猜，两小无猜，对，特别的好，不错，一路并肩长大，嗯，对你是疼爱有加，我们有感情，头上戴的，脚上穿的，身上的衣服预备的特别齐整，是，没事还给他织个毛衣毛裤，哦，还手织呢，你说这个年头是买不起吗？那倒不是，不是啊，嗯，让你走到哪儿带着我的温暖，带着手艺，带着心走，咱们看着都羡慕，嗯，强子，哎，行了，别叫这名了，行了，啊，嫂子，啊，这织的什么呀？嗯。给于谦织个毛线的内裤。哦，这扎的很不扎的很穿上啊啊，这个穿上它刺痒知道吗？哎，废话，老得挠，嗯，不穿它不刺痒知道吗？尤其一出汗，那个好家伙，哎，也不怎么那么热，嗯，热闹极了这，嗯，热闹极了，一路并肩走来，马上谈婚论嫁，嗯，明天要登记结婚，对，今天啊出了一个小插曲。
这还能出什么事儿啊？你媳妇儿的妹妹，那是我的小姨子，打电话来让你上家中去一趟。那有事儿啊？这个小姨子很漂亮，嗯，是一个空姐儿，对，飞机上的空乘人员，是这样。当空姐儿不容易，模样戳个，身高相貌、言谈举止都得是一等一的人才，单挑啊、嗯，去吧，那钱儿就去了，嗯，一推门，门是虚掩的。哦，进屋一瞧、嗯，这屋里边就小姨子一个人跟那坐着发呆。哦，自己穿着很简单的睡裙。哦，你先等会儿吧，你先等会儿。这都睡裙了，还怎么简单呢？小短裙嘛。啊，到锁骨这儿。哎，嚯，那不叫裙子，那假领子，知道吗？到锁骨这儿。不是，打锁骨这儿开始。您说清楚了行不行啊？到这儿。那也不长啊，这儿这儿有一个扣、啊、这一个扣一解开就全解开了。嚯、啊，这手要不长练也不成，瞧这意思、嗯。你听我说这过瘾吗？嗯啊，过瘾啊！这听什么呢？这个跟这坐着低着头啊，哎，我还哭了，哭了。嗯，他不这么回事，怎么了？啊、有事说。哎呀，这一抬头，哦，眼泪在这挂着，真哭了。本来就好看，这一哭更漂亮了。这梨花带雨，空姐儿啊，哎，说说怎么了？什么事儿啊？我这心里可难受了。嗨，哎，我有话要和你讲。行了，行了，行，我要行，别说了，打住吧、啊，打住吧。河南航空公司的吧，这是。郑州飞洛阳。哎，好嘛，长途汽车的线儿，这是。他这里边有方言、嗯、对呀、啊、我来把它翻译过来，早就应该翻译之后是这么说的。什么话？我这心里可难受嘞。什么翻译？我有话要和你讲。行了行了行了，别说了，您就打女生翻译成男生了，这不管用。我还是讲普通话吧。好吧，对呀、啊、我的心里很难受，这就完了。我有话要和你说。嗯、啊，明天你要和我姐姐登记结婚。对，我如果再不说怕没有机会了。那你就说，我去卧室等你。哦、一边走一边解这扣，啪！哎呀，我这小姨子唱武生的呀，这是多大身段，这么短的裙子能踢上头去，要了亲命了这。嚯、哦，不合适啊，是吗？哦，他裙子里边还有内裤。啊，这，咱别提这事儿了。你这不是 啊？这一提已经蒙脑袋上了。你、啊、别说这个。嗯，最尴尬的是于谦，我怎么了？都傻了，我没经历过。哎呀，哎呀，别挠了，我。行了，撂下吧，您这。我这老穿着呀，这个。出汗这痒痒啊。哎。我怎么那么热呀？哎呀，这是毛裤了，这个这不是内裤了，就线松了，线松了，那掉下来了，没什么手艺啊，这是。这要是别人啊啊啊，准得犯错误。是，唯独于谦，啊，一跺脚，怎么着？转身奔大门那儿就走，我就出去了。要出去还没出去呢，哦，厨房的门开了，嗯，出了一帮人啊啊，老丈人、丈母娘、你媳妇、大舅子、小舅子，一大帮亲戚，这干嘛呀？老丈人一把就拉住，嗯，好。好，谢谢你，谢谢，谢谢你经受住了我们家的考验。好嘛，多慎得慌，孩子交给你我放心。哦，明天登记结婚，祝你们幸福。这不是也挺好吗？有情人终成眷属。对，后来我问过他啊，当时那个情况下你是怎么想的？往门那儿走。是啊，他眼泪都下来了。我说什么？我进来时忘他妈关门了。这嗨，合着我要回去关门去了是吗？这都是真事儿啊，各位。什么真事儿、啊、真事儿哪有真事儿？说归说，闹归闹啊，北京德云社100多说相声的，嗯，最有女人缘的就是于老师。还女人缘？你看你看看，演出结束了，嗯，我们后台休息，观众有照相的，签字聊天的，哦，找我的都是大老爷们儿啊，女士都1.8米大高个儿、哦、知道吗？连鬓络腮胡子，1巴掌宽护心毛，这闻着带鱼啊、北极贝啊、皮皮虾、啊、没听说过，就找我呢，都是。行了行了，没有往身上围海鲜的，知道吗、嗯、
都猴星去找我啊，这贴上的是吗？找于老师那都是大姑娘小媳妇儿女孩，后台她有外号，我叫妇女之友。哎呵，谁起的名字知道吗？那天后台我们休息，嗯，一大帮什么高峰啊、李菁啊、何云伟，我们都在哦，跟后台那聊天呢，门一开进来一个小姑娘，哦，很漂亮，确实是。是啊，咱们实话实说，这么些年你们做演员这行的嘛，嗯，就是女演员见的也挺多。是，但是这个女孩我觉得比演员好看，嚯，挑不出毛病来，那么完美，那模样、戳个相貌、气质一等一。哦，啊，这一屋子说相声的都站起来了，惊着了，签个字吗？李菁站起来说话了，人家女孩都没理他们，看不上他们，掏出一个纸条来，啊，于老师，哦，给您这个。给我，您要方便，您看看吧。嘿，转身走了啊！一屋人都羡慕，他们嫉妒我，他更了不得了。我还给人谝呢，你瞧瞧，嗯，别挠了，成不成啊？你多泄气呀、啊！这样，你这玩意儿，你想一出汗，这刺痒，你知道吗？废话，知道刺痒，刚才跟小姨子进屋就应该脱了，知道吗？不为别的，也为不刺应啊！你这玩意儿，我给你们念念啊！啊，还念念？行了，别讲，这回又提了上来了是吗？痒痒，想在哪儿那么痒痒啊？无眠的夜晚，你寂寞吗？哦，你渴望与异性零距离接触吗？哦，你愿意在声嘶力竭的喊叫声中找寻灵与肉的碰撞吗？呵，这词儿，底下写着电话，写着地址，联系方式。于老师都傻了。那是我照地址找去吧，真去啊？你看看去吧。哦，到那一看哪儿？女子摔跤队招陪练。好嘛，我上那儿接触去了，很生气。嗯，照着电话打过去了。啊、喂，谁跟我开玩笑？问问。听声音，这个女孩很尴尬。是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于老师，嗯、我跟您闹着玩呢。我家就住这个附近。哦，嗯，特别喜欢您，反正知道您这著名演员都很忙，反正要方便您给我打电话吧。哦。挂了，你瞧这傻了。嗯，哎，行了，我这频率越来越快呀，我这老出汗的家伙，怎么那么热呀？眼前涌现出很多英雄形象，我还想谁呀？有一位西门大官人，哎，西门庆，解决很多中青年妇女的就业问题。哎呀，说的真好。哎，人不三俗枉少年呢、啊、哪儿的话这？嗯，我且流氓一回，那一何妨？哦，我要干嘛呀？找一酒店开房间。真开房去了，拿钥匙上楼。哦，进门来，先把门关上。哎，对了，这个教训一定要吸取。哎呀，心蹦蹦跳，没经过。拿手机发短信，我告诉他。哎，你好，我是于谦。哎，我很想你。你看，请你马上来找我。哎，我在什么酒店，多少号房间？嗯，一摁发出去，群房。嗯啊，我这干。犯这错误啊？怎么还？哎呀！哎呀！呵，行了，撂下吧你。我怎么不管用了？这个怎么办？这没办法。谁会回短信？那哪有谱啊？哎呀，回来了。谁呀？一个女导演。啊，我倒认识不少导演。我在制片人这儿不方便。哎，你说这干嘛呀？你又回来了。这是谁呀？家里的小保姆阿姨。你才想起我来？呵，不挨着。又回来了，这个呢？对门邻居的大姐，她说：“老公在家，明天行吗？”嗨，谁约？又回来了，这是你表嫂。她说：“马上到。”哎，嚯，急性子。又回来了，这个呢？你媳妇儿。她说什么？花那个冤钱干嘛？回家来。嘿嘿，她还真开通。又回来了，这个说相声的李菁。她说什么？太刺激了。